零蔗糖的椰香红豆面包里面给咱们添加的全麦粉，然后红豆的添加量达到了40%，都是用鸡蛋跟牛奶和的面，没有添加水。它上面满满一层，全都是椰肉。馅料好足，里边那个红豆是那种沙沙绵绵的口感。这个面包好软，他们家给的椰蓉特别多，整体吃起来就是湿哒哒的口感，一点都不会干。